你唔同我作隻歌，我唔有少少嬲。我立即作添啊！即係如果話我要話我即刻翻屋企做而家。咁你鬧佢，佢都少少好對你噶啦。但佢目的唔係嗰剎那，佢個目的就係佢最嬲咩？佢點樣整死你？阿姑自打白蘭木。今日咧，我哋有一個真係重量級嘅人物，係啊，好驚啊！因為咧，我一直咧睇戲長大嘅，係啊，跟住咧，而家喺佢嘅旁邊，我有少少壓力，可以有小林姐你咧陪住我。係好啦，咁我做呢個中間嘅角色，係好開心啊！見到任達華先生，任達華先生，大家好，大家好，我係任達華。電視睇到你啊！今天在本人可以見到你，有冇好開心？同埋個笑容像似以前個韓芬的笑容。我覺得而家更加正。講緊韓芬咧，其實都有啲故仔嘅。我就記得咧，做嗰次韓芬嗰時咧，就俾人照咗上相。你咁做好似啲人即係唔夠奸喎，用呢個方法係啊，唔夠邪惡，即係應該係因為電視劇咧，應該係直接啲，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咁我就話唔係，咁我想用呢個方式。去表現個人的角色啫，咁佢始終都是一個高級的人員啦，即係佢有佢嘅諗法。咁卒之就大家傾咗一陣，咁我都冇理佢，咁我照用呢個方式嚇，就即係堅持自己用呢個方式去演繹呢個戲。咁其實電影同電視劇，佢係咪即係演嘅方式係又唔同啲嘅咧？即係電視劇可能真係簡單少少，完全唔同，又唔係話簡單，即係我諗電視比較長少少咧，好多嘢可以鋪排。咁如果你電影你諗下得120分鐘，即係佢唔夠時間俾你去鋪排前面啲嘢。影電影其實比電視劇咧困難，挑戰啲好多好多好多，因為每一個鏡頭係俾你嘅時候咧，你要好精準，多與少，俾觀眾去感受到喺120分鐘入邊你想表達啲乜嘢。電視劇咧，因為佢比較長少少啦，鋪排嗰個角色，咁佢講嘅説話比較會多啲嘅。譬如你煮緊飯啊。或者食緊嘢，咁你睇緊電視噶嘛？啱啱食緊飯嘅時候咧，佢都聽到你究竟表現啲乜嘢。咁所以呢個係兩個完全個系統係完全唔同。有時真係喺電影裏邊咧演一啲即係奸嘅角色啊，咁翻到去你嘅心態要唔要調整一下嘅咧？因為我個人係 like cam 嚟嘅，嗯哼，即係講嘢一樣，咁又可以講下呢樣，又可以講下樣樣，咁即係等於其實好似一杯水咁，一杯清水咁。今日完咗呢個清水啦，翻到去。即係收工飲杯清水，飲曬 OK， 拍走曬 OK， 咁咪做翻自己咯。其實我中意同人傾偈，即係其實好多朋友嗰啲工作人員咧，佢哋睇到佢上邊好多唔同嘅皺紋，每一樣嘢咧，佢哋都係入邊有一個故仔。即係無論你喺世界上邊，你做奸角又好，你做差人又好，或者做嘅即係離唔開喺生活上嘅一啲點滴。咁所以我其實我好留意工作人員嘅生活狀態，佢哋背後故事，係佢哋背後故事，係啦。其實最緊要人咧就即係平時咧最緊要好開朗、開心，開心完咧跟住你中意拍戲，咁你咪不停去拍戲啦。咁啊拍戲之間就可以同人傾偈啊嘛，又好開心嘅話，學下咁不停咁去學習。其實呢個性格係天生嘅定係你不斷地喺生活當中？要跟自己講要開心嘅點？呢個就可能係細路仔嘅時候，即係屋企都家庭環境唔好，即係從小到大都係要好多揾好多基本嘅嘢。由細到大咧，其實屋企所有嘅嘢咧，其實我一手一腳做嘅。咁總言之，我發覺一樣嘢，越大咗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你有基本嘅嘢，就喺基本嘢嘅上面咧，就去創造一啲新嘅嘢。咁我覺得呢個係人生，即係等於你哋作歌一樣。咁你都係有個基本嘅前後都係咁樣噶啦，係嘛？都係嗰咁多音噶啦，係嘛？一個鋼琴咁長，咁但係個音都喺呢度，嗰幾個曲，個詩都喺度噶啦。咁點樣喺度創造啲新嘅嘢咧？咁即係我諗就係靠你去多啲地方啊，同人傾多啲偈啊，即係每個地方嘅民生又唔同啊。嗱海邊咁，你隻歌咪有啲海浪聲，或者海鳥聲啦，係嘛？你喺個深山入邊嘅，咁你咪有啲。雪的風聲啦，因為你夏天的雪的風聲同秋天的雪的風聲又不同啊嘛。講到攝影上，你有冇諗過想開一個可能影到嗰啲人的笑容啊，或者佢哋嘅故事咧，做一個畫展或者？嚟緊會，嚟緊、啊。我今日啱啱畫咗兩幅畫喎。會唔會攞手機？俾你睇好喎嚇！俾個手機我得唔得？今日畫咗兩幅畫，我哋 exclusive 啊呢度啊，睇到先啊，嚟大家先到為快咧。因為我特登揾咗呢個鹿啊，呢個鹿咧就係我啱啱喺門口睇到個鹿，
今朝早咧食早餐咧喺下邊喺度望咗一分鐘，呢個就係我平時好似拍戲咁啦，即係有啲觀察，觀察周邊嘅嘢，咁民生嘅嘢觀察啊，呢個綠係我好中意。誒咁頭先你講到細個嗰陣時家庭環境唔好啦，咁你好細個你就好知道，咁跟住就自己去咁咪開朗咯個人。哦 ，OK， 即係所以就咁樣係啦，就咁樣令到你覺得 OK， 我人一定要堅持開朗，係堅持開朗，任何一樣嘢都可以解決問題。會唔會好似你《睡神偷》裏邊嘅嗰個電影裏邊嘅角色咁樣樣咧？因為佢有堅持啦，佢堅持，因為嗰時候睇到一幕咧，其實我好感動嘅，尤其是你當你拆開你嘅嗰戒指啦，我更知係嗰幕。跟住最後一幕就係你當你攞即係攞你嘅手想捉你嘅仔嘅手嘅時候咧。佢另一個鏡頭喺下面影上嚟噶嘛，佢嘅雖然手背咧就係冇，只不過手後邊咧就傷曬。其實呢個戲咧就係即係話俾大家聽，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應該孝順父母。嗯。細路仔長大嘅時候咧，你背後咧都有一個好強大嘅爸爸媽媽喺後邊，佢係好支持你，好默默咁幫你守護你。咁所以我希望啲小朋友咧。尊重多啲長輩，愛惜爸爸媽媽多啲。咁跟住嗰年，你都演咗《天水圍的夜與霧》間嘅兩部都同時入圍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其實嗰陣時，你其實心裏邊係想邊一部攞到多啲咧？其實兩部我都自己好中意嘅，即係喺我拍戲咁耐咧，依兩部戲咧係我自己即係黑白對分，即係分差好大嘅戲。我自己都好中兩部戲，其實我都中意嘅。《睡神偷》就攞咗香港嘅獎啦。咁《天水圍夜與霧》咧就攞咗個西班牙。係啦，咁所以真係一個記錄嚟嘅喎。咁所以咧，其實兩個角色咧同時間都係攞獎嘅。咁因為外國人睇嘅嘢就同香港人睇嘅嘢又唔同，即係佢哋會覺得嗰個難度同埋嗰個嘅愛情觀同呢個嘅家庭嘅背景又唔同。所以他哋就揀咗嗰個戲，就俾咗一個影帝我。咁香港咧，就我哋始終都係比較傳統啲，咁所以個思想大家嘅唔同，呢個就係同一個角色兩個角色就係外國人睇嘅嘢唔同，同我哋中國人睇嘅嘢唔同，係啦，文化唔同，所以我到而家未不停咁學習。我開始等你嘅女未來嘅男朋友擔心啊，即係佢哇！即係我女朋友的爸爸咁型，咁我點咧？我窮一生力都追唔到嘅喎，咁點好咧？咁我女好低調嘅，我女佢都唔話俾人聽佢爹哋係邊個。其實個女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佢自己開心、健康、快快樂樂，正能量諗嘅嘢多啲咁就 OK。做乜嘢我哋都冇所謂。今次咧，華哥嚟咧都係為咗 Gentel 嘅呢個產品啦，代言啦，做咗咁多年連續第八年啦，其實。有咩心得呢？你覺得誒點解你會選擇繼續去做呢個品牌嘅代言呢？因為佢哋間企業咧就好好嘅，不停咁研發啲新嘅嘢，咁再加上啲新嘅科技咧，咁佢可以令到你好輕鬆咁去按摩。所有啲產品都為咗個健康，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有健康。先有自己嘅健康先可以照顧到屋企人，先有自己嘅健康先至可以喺出邊工作，然後之後就照顧屋企人。啊！你咁開心嘅，你今日平時因為見到華哥咁真嘅，呢個係真嘅，因為一直好中意睇你嘅戲，多謝，好中意，一直覺得你嘅嗰個思想同埋你嗰種諗法，待人處事係啦，待人處事嗰種感覺咧，我就係我一直好想學習嘅。係啊，咁一次咧有機會又可以訪問到華哥你啊，佢真係不得了啊嚇，佢正得不得烏啊真係。佢今日嘅笑容咧，完全唔係韓冰嘅笑容。